好了，我帮你问了，厨房还是浴室？什么？我喜欢阳台。吴珊如填补老公隔离小情趣，偶像剧情节，炎亚纶金韩好浪漫。你不要做一些奇怪动作，让他们可以做 GIF 好不好？他可以重播八百多遍。我们今天的亮点就在炎亚纶身上。恭喜炎亚纶。24号，炎亚纶、唐国师、吴珊如出席记者会，这笑点全被严批一肩扛起了。谁？哎，这个有新闻吗？哇，好明显的没关心哎。我不知道这件事。对，不管他二审什么时候出来，我隔离才刚出来，所以哇，二审是在南投的。对，我二审现在是你，然后可爱的笑话，那么啾咪也要讲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啊？没有，对，我现在钱都花在健康食品上。其实那天要确诊的时候，本来要。然后那天还母亲节。对。我整个人一个头两个大。一个头两个大的时候可以唱三下。我在这边再重申，我们得金钟奖是完全是靠唐老师和我的一点努力。炎亚纶就真的就是脸担当，没有其他功能。不好意思。对了，吴珊如确诊康复出关第三天，跟老公的隔离小情趣超甜蜜哦。因为喉咙非常痛，然后电话挂掉之后呢，就听到他敲墙壁，他就这样敲敲敲，好像啊，天啊，好浪漫。他就敲敲敲，然后就说那晚安什么这样，然后我就哦好，再敲回去晚安。干嘛？没有哎。好像还没出关啊！出关后跟老公有干嘛？没有，特别干。要干的也是正经事。可以跟老公做多爱的主管。好了，我帮你问了，出关还是浴室？什么？我喜欢阳台。哦。谢谢你救我。看看窗景，这样子。阳台会看光吗？啊，你在阳台干嘛？我们这是正常的种植。浇花。浇花。你想到哪里去了吗？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中间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。